哎、欸，我们这个任务一进来就快要成功了，剩下五秒，好爽啊、喔！呵呵，我们先来，要解吗？应该不用解吧？完成了，工作做得很好。我什么事都没做啊，你就说我工作做得很好哇！这个老板好佛心啊、喔，呵呵。我什么都没做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就先放弃这座岛了。我们要再往另外一座岛出发了。啊，为什么会多了科学中心？我们要继续留在这里吗？哎、欸，我现在四颗星欸，这可以干嘛？啊，科学评价会增加是吧？嗯，加紧盖一下好了。可是我没有地了、欸。啊，盖在保全中心旁边。哎、欸，我靠，也太大了吧！哈哈。积木积木大，积木积木大，它居然比保全中心还大，也对啦，科学嘛，科学带来奇迹啊、哦！那种科学就是器材都是那种很大又很重的，有没有？空看看吧，不管了。好，我们就比较傲娇一点的，把它盖成这种形状，有没有？还要绕远路。比较好的，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很可以哦。科学带来奇迹，哇哇 ，What the hell？ 没有食物了。真的是麻烦啊！不要，我要开车，我要自己开车。驾驶，冲啊！为了我们的食物，我要去哪里？好，在这里。等一下，食物待会就来了。反开，反开，让专业的来啊！让专业的来啊！哇，我撞到他们啊！哇，这头一次60000呢、欸，我要怎么投？哦哦哦哦！等一下，这个是头吗？射击落空。这是射，不是头。哎、欸，我忘记怎么投嘞、欸。补给左键。哦，有了。补给完成。跑错边啦！保全超速没有啦，这是我正常的速度。嗨，大家好。怕。喂食处补充完毕。我赶快离开这里，这里太恐怖了。快跑快跑！我怕被吃啊！啊娘啊喂！好。好了，再见。自己亲身体验，感觉非常的母汤，然后感觉我觉得有点大声，我要调一下声音了。音效的音量我调个60好了，然后语音音量不用，没差。好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不要太大声，行。不会，他们不会吃你，可是我靠近我就怕了。然后刚刚有人跟我讲说，那个 ACU 是要拿来。装填才会生效，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，是不是这个？装，我就装错了，装，耶，成功！拜你的成果所赐，我们科学部门的工作得以推展了。哦，变更外观呢，这样好，这样好看哦，橘色的。What？ 没电了。居然电力供应不足，我再盖个发电厂在中间会不会怎样啊？盖这里好了，随便盖好不好？
直接贴到这里来啊！哇，居然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这里是要拿来盖那个的呢，靠北啊，盖这里。我们的科学中心，没办法平滑了吗？没地方盖，按住它会慢慢的移动啊、哦！我按住了，它没有慢慢的移动。按助力跟 X， 它会慢慢的移动。好了，我按了，没有慢慢的移动，没有啊。这高度不行。为什么感觉填不平啊？哦，这样可以了。生命会自然找出路的，我们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出路了。啊，为什么现在它又是旋转的方式啊？我刚刚到底按了什么？哦，空白键啊，空白键它会变成定格的样式啊。再一次空白键，它就可以自动旋转了，我就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有没有？难怪我之前要盖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切起，啊，这样会导致很多强迫症的人看得很不爽啊，我觉得应该会。把石头龙放出来啊、喔！我没有、欸、我待会要去下一个岛屿了，好吧？我们要玩一下新恐龙，我只是无聊把这盖一盖而已，看会多什么东西而已。因为毕竟这些钱是没有办法带到下一张岛，但是呢，科技这三项的这个项目呢，科技、娱乐跟保全是可以带过去的，所以说多用一些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吧，就是会增加好处吧，我觉得。我知道啊，别的国家有新的恐龙啊，我晚点再去嘛，好不好？别紧张。好，晚点再去嘛。哦，新的化石，是吗？听说有新的合同可以承接。哎呦，10万块接了，豪华版化石存取。哦，可以。哦，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先挖啦。克氏龙，这个应该是 DLC 资料片送的吧？是不是？哦吼，没有买资料片的哭哭哦，只能看我玩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们是没有买资料片？有新东西？没有骗我，还要4分钟，这么久。化石也可以带过去啊、哦！哦，原来如此。欸、我们刚刚那东西盖好了，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拍摄一张恐龙正在喂食处进食的照片。拍照的话，我们是要用什么？刚刚任务我没有太仔细看啊。大胆摄影，巡逻队啊，巡逻队就行了是吧？那我们就拍一下我们的角鼻龙好了，好不好？新增工作啊，对啊，可是他没有显示拍照啊，还是拍照是技能？巡逻车调度，原来我这些学的，然后完全没有在作用哎、欸，超八七的。变更外观，哎呦，哇，不能用哎、欸。那我要橘色的，
啊！拍照是 F， 我看到了，左下角有血。Good， 没撞到。Good。我去这边了，我要去拍我们的脚鼻龙。当 GTA 在玩哦，对啊，当 GTA 在玩。哇，好多游客哦！啊！可惜这个人不能撞，太可恶了。游客有不死之身。欸，其实我到另外一边去就好了，就干嘛还这样子两段式啊？他们有要吃东西吗？我看。Hello， 你肚子饿饿吗？他们要不要吃 ？Hello，Hello。我们这样外来者，他会不会暴怒，然后把我包给毁了、啊？不要！有在吃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那边没有，那边没有羊。有羊吗？喂食处食物存量。哇！一只羊放出来了，快点吃它，快点！快点吃它，快点！食品补充完毕。我放多一点羊给你，我现在钱很多，我钱超多的。喂食处补充完成。你要几只羊，我都给你，好不好？完成补给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三只羊了，三只羊了。这只会不会吃？哦哦哦哦哦哦 ！Nice。Yeah， 好爽啊！你很擅长构图。加洛呀，吃下去了，我们任务完成了。拍摄一张在正在喂食进食的照片啊，我成功了不是吗？要几张？等等，你知道几张？哎，我讲几张吗？我们需要拍这个。刚刚不是成功了吗？是喂食处，所以羊没有关。怎么那么严格啊？是阿月哦。阿月真的好严格。啊！所以说是这个地方才算是吗？喂食处恢复正常工作状态。啊，那这样我们去找我们的三角龙比较快啊。对，他们刚好貌似都吃饱，然后跑去追羊。我要去看三角龙，我不管了。好啦，我等一下要去下一个岛啦，等我嘛，好不好？让我再玩一下。而且刚刚好像那个什么什么克氏龙哦，已经成功找出来了，那我应该可以先孵化吧？就这个啊。你看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！哎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对摄影也有些涉猎，但拍的没这张好。不过嘛，你是在叫屁啊、哦？我们来吃草草。我欠你一份人情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好像在吃花椰菜啊！看了我都饿了。我要看一下是公的还是母的。可恶，无性别。看不出来。好，解完了。你拿游客喂恐龙就不用钱了。哦，那个等我们肉食恐龙多的时候再说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肉食只有脚鼻耶。
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探勘地图有没有多。答案是你一定要到下一张地图，他才会给你，好吧？我们这就准备前往下一张地图了，好不？来吧，岛屿一览就是这里，准备要进来这里了。而且它起始只有225万，核心建筑多了两种啊，一种这个好像是 DNA 的样子吧。来吧，金岛屿，感觉像从零开始的世界生活。迅猛龙很凶，连有电的电缆它也撞得烂，这么厉害啊！我还没有到迅猛龙啊。如果你觉得应付史前生物太轻松了，下一座莫尔他岛会让你一起应付频繁的气象灾害，像是暴风雨、极端天候之类的。而且不时就会发生，开始有极端天后了。天后，正如你所见，这座岛上的天气有点爱闹脾气。我建议你先把暴风雨造成的损伤都修好，天后，然后派巡逻队让公园恢复营运状态。哦，一旦情况允许，别忘了先把避难所都关起来。游客要是在地下避难所挤成一团，就没办法把辛苦赚来的钱都花掉了，对吧？那场暴风雨想必很激烈，而且恶劣天气似乎往往会造成恐龙使坏。如果你相信所有事都息息相关，也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，顺便替我相信，那么你就知道小小的改变会导致一连串骨牌倒下，最后造成恐龙到处撒野。这世界上还没有够大的捕蝶网可以拦住恐龙。好了，开始维修了。这东西看起来值不少钱呢，你该把它修好，而且要赶紧。巡逻队可以胜任这项工作。暴风雨会对环内造成损伤，建筑严重破损会停止运作，栅栏也会因为恐龙攻击而受损。好，按 R 选一个巡逻站可以。哦，派遣。那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吗？我想看一下。哦，他原本的可以这样子哦。原本的技能会留下。哇，金箔棒。我要来修车咯，不是修车，我要来修建筑物了。我要看他怎么修，点一下就修了吗？点一下就修了，没有那个维修的动作。先禁言。日文呢？哇，居然有日文。クラサイ。他连他多国语言的在做播报的动作。哦，这样看最方便的啦，也不用那么麻烦，有没有？哦，中文。为了您的安全着想。哦，有电网。可是这需要电力嘛，对不对？先把这里。这样我粘到吗？这样就好了。这样成功吗？为什么他还是显示扳手的那个啊？哦，把它拆掉就可以了。关闭所有避难所。各位先生女士，方才处理异常事件时，处理完毕了。造成您的不便，我们在此。这游戏多少人拜托啊？你是不会自己上网查哦？什么都要问我？你是欠揍是不是？啊，我问你嘛。这种东西动动手指 Google 一下很难吗？那每个人都要问我是不是？我站在这里就只要讲1600块就好了。你在那边拜托，你不会自己去上网查吗？游戏标题都叫《侏罗纪世界》了，你可以去打《侏罗纪世界》啊，相关游戏就会出来了。
啊，这边拜托拜托拜托了，有事情吗？有病吗？他明明自己就可以找得到的东西，然后就硬要问人家，神经病啊！是不是有病吧？又不是说找不到，等一下有人找我，等一下 ，OK， 来吧。对啊，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这种东西自己就可以找得到的东西，为什么要一直问我嘞？问我是会比较有折扣吗？是不是？问我会比较有折扣吗？啊，还是怎样？问我之后你买的游戏？哦，都会有老头的味道吗？这样会不会有点恶心啊？我说真的，这种东西不是找不到的，好不好？而且是新游戏，新游戏，你 Google 随便打都有，好不好？啊，还是我现在要开一个，我现在要开一个教学啊，我来开一个教学好了。等我一下，我、哦、受不了了，这个我必须要再教一次了，再不教我可能会气到鸡鸡弹起来。等我一下。林北鸡鸡要弹起来了，来，这个是 Google， 侏罗纪世界，侏罗纪世界，哦，打了没有嘛？那这款游戏呢，《侏罗纪世界进化》，打看看 PC 版《侏罗纪世界》，点进去看一下，哦，有介绍，哦，在找，哎，居然有游戏的相关产品了，哇，我找到了 PS4 版本的，哇哦 ，It's amazing， 太帅啦！这个是太神奇了，我居然被我找到了啊！那你要找 PC 吗？我可以再教你，好不好？你要找 PC 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如果你觉得《侏罗纪世界》找不到，用英文名字嘛，英文名字不会打，把它框起来复制哦。复制之后呢，放在你的啊，这样你好像看不到哈、哦、啊，把它复制起来。把它贴在你的 Google 的上面，按下放大镜。哇 ，amazing！ 我又找到游戏了，在 Steam 上面有卖。我找到 PC 版了，我好想哭哦。啊，我找了好久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啊，在这边1600块。那你还要问我？啊，是不是要问我？自己不会动手吗？啊，好了，教学到这里结束了。之后还有人再问我的话啊，我完全不会去理你，就这么简单。继续。OK，OK，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侏罗纪世界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干嘛？我真的也不知道、欸。来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我突然开始怀疑人生了。我现在做什么？啊，这边是出口，然后。这是观看区嘛，我们现在稍微检视一下，我们有两个哈德蒙生命的实验室，一个巡逻站，哦，这样看好像有点慢，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很快啊，要怎么看啊？哎，那个地方怎么看我忘记了 ，Oh my god！ 算了，不管，我还是这样看好了。哦，发电机这边有一个暴风防护网，这个是观光客会来这个地方，所以说呢，老样子，我一定会在这边开一个素食店，这边再开一个服饰店，啊，这边再开一个饭店，啊，先削他们一笔再说，我不管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生产一下我们的恐龙好了，然后孵化速度老样子，先用孵化速度把它弄上好了。我觉得速度才是一切。来，这时候呢，先基本的三角龙，哇，感觉好贵。先不要好了，
我们有没有盖那个什么探勘的那个建筑物啊？我没有盖，对不对？好哦，我们没盖，先把它弄掉。研究中心放这里好了，探勘中心跟化石中心。哎，这样会没有电力哦。被那个电线杆挡住了哈，可恶！巷子也被挡住，被电线杆挡住了。怎么办？我想要规划好一点呢，因为之前有人跟我讲说。你的老头，你建筑物都乱放。我是有点比较想要，就是研究部门那部分跟娱乐分开，不要让观光客走到一半就发现这里是研究部门。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去，应该是说游戏的系统不会这么鸟猫说观光客会有这种反应。可是我是比较想要，就是让它看起来干净一些啊。我是这么想啦。而且这次的图大概到哪里啊？哇，有这么大哦！这次的图这么大哦！啊，那很简单啊。探勘中心跟化石盖这里，你们说好不好？这样行不行？可是我把这些草弄掉，其实有点麻烦，就是了。对吧、啊？这地方应该蛮适合的，你看超出范围，这地方蛮适合做一些研究部门的一个区块啊。啊，慢慢的把它铲平，感觉好像在拿抹布擦那种生那种什么发霉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完全发霉了。哇，居然把我弄到剩下多少100万啊！哇哩哩，我怎么弄的？决定是这里了。啊，原来这么小一个啊！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边就要弄一座发电厂。哇，他们走了会不会累死啊？好，就先这样子吧。哎呀，啊，你好。发电厂盖这里，准备挡住了。嗯啊，为什么？它不是需要道路吗？受限于地形，靠背啊，麻烦呢。还要把地形给填平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可以了吧？
好，随便啦，既然都这样子了，我们盖这里。